开始了，我已经压下去了。好，今天我们讲《酸痛拉筋解火书》啊，第14章外展肌的拉筋操啊，外展肌的拉筋操啊，144页，编号089。站姿推髋的外展肌拉筋操。步骤：双脚并立，站在墙面或桌子旁边，侧着上半身倾向墙面或桌面。你现在就把椅子，同时把髋部往反方向推出去，不是，脚不要动，髋部而已。推出去，外侧脚要保持直立，内侧脚则回弯。啊，那动作的诀窍，这个拉筋动作的重点是上半身不要往前倾，上半身要保持平直，并把注意力放在这个髋部往外推拉到的肌群。你那个手是轻松的放在旁边。拉到的肌群，主要肌群是阔筋膜张肌、臀中肌、臀小肌，次要的肌群是缝匠肌。有助于修复哪些肌肉的问题呢？大转子、滑囊炎、髂胫束、正后群，对哪些运动有帮助？篮球、篮网球、自行车健行、格数健行、登山、定向越野运动、冰上曲棍球、草地曲棍球、溜冰、溜滑轮、溜直排轮、武术赛跑、定向项目、竞赛项目、越野赛跑、美式足球、足球、橄榄球、滑雪、滑水、冲浪、健走、竞走、摔跤。可以配合练习的其他拉筋操是编号09。下一个，145页，090。双脚交叉站的外展肌拉筋操。步骤：双脚站直，两脚交叉站，再让上半身侧着倾往后方的那只脚。动作诀窍是个人需要，手可以不靠东西以保持平衡，如此一来就可更专注在拉筋动作上，不必担心重心不稳摔倒。交叉，然后后上半身侧着倾往后方的那只脚。什么倾往倾斜的倾啊，轻往后方的那只脚，后翻，对，手也是，只是它幅度比较大而已，反而是这样子变成这样子嘛，对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它是轻往后方的那只脚，这个，然后拉到的肌群是主要肌群，阔筋膜张肌、臀中肌、臀小肌，第二肌群是缝匠肌。有助于修复哪些肌肉的问题？大转子、滑囊炎、髂胫束、正后群，对哪些运动有帮助？篮球、篮网球、自行车健行、格数健行、登山、定向越野运动、冰上曲棍球、草地曲棍球、
溜冰、溜滑轮、溜直排轮、武术、赛跑、竞赛项目、越野赛跑、美式足球、足球、橄榄球、滑雪、滑水、冲浪、健走、竞走、摔跤，可以配合练习的其他拉丁操是编号049。下一个091，站姿跨腿的外展肌拉筋操。这时候把那个凳子拿到前面来，手要扶着那椅背，对对对。然后步骤，踩站姿，上半身前倾，双手扶着椅子以保持平衡，一脚不是为右脚跨到另一脚后面伸直，右脚再往侧边推去，慢慢弯曲两脚放低身子，对。然后再来是什么呀？是侧边。动作诀窍，透过屈膝的那只脚来慢慢放低身子，可调整拉筋的强度。我再练一次，踩站姿，上半身前倾，双手扶着椅子保持平衡，一脚是右脚跨到另外一只脚的后面伸直。这样子吗？对，但是它看起来，这样子。看起来好像是这样。但是它没有说右脚再往侧边推去。右脚再往。就是侧边，我刚才说侧边，那是侧边嘛。往侧边推去，慢慢弯曲前脚，来放低身体，这样，透过屈膝的那只脚，来慢慢放低身体。来，可调整拉筋的强度。这个比较有，比刚刚前面两个拉得多。那拉到的肌群，主要肌群是阔筋膜张肌、臀中肌、臀小肌；次要肌群是缝匠肌。那有助于修复哪一些肌肉问题呢？大转趾、滑囊炎、帕金素症候群，对哪些运动有帮助？篮球、篮网球、自行车、健行、格数健行、登山、定向越运动、冰上曲棍球、草地曲棍球、溜冰、溜滑轮、溜直排轮、武术、赛跑、竞赛项目、越野赛跑、美式足球、足球、橄榄球、橄榄球、滑雪、滑水、冲浪、健走、竞走、摔跤，可以配合练习的其他拉筋公司编号090。好，下一个092，侧躺。侧躺垂腿的外展肌拉筋操。对，步骤，侧躺在长椅上，让上面的脚往前垂落到长椅的外面。动作诀窍，尽量不要让脚往前垂落太远，要靠脚本身的重量来伸展。拉到的肌群，主要肌群阔筋膜张肌、臀中肌、臀小肌；次要肌群是缝匠肌、臀大肌。有助于修复哪些肌肉问题？大转趾、滑囊炎、帕金素症候群。他这个手是放在后面去，然后这个头好像是来上头要稍微起来一点。你要不要换另外一边？换另外一边。没办法，墙壁。不是啊，人就要这样。对呀、怎么没办法？办法人想着你。对嘛，怎么没办法？
方子，大转子，滑囊炎，对哪有助于？我刚念到哪？有助于修复哪些肌肉问题，对不对？啊，不是，对哪些运动有帮助？篮球、篮网球、自行车、健行、格数健行、登山、定向越野运动、冰上曲棍球、草地曲棍球、溜冰、溜滑轮、溜直滑轮、朴树赛跑、竞赛项目，越野赛跑、美式足球、足球、橄榄球、滑雪、滑水、冲浪、健走、竞走。摔跤可以配合练习其他的拉筋操式，编号059。好，第14章结束。这有11分。